谢谢，五月天没有来了，谢谢丰原慈济宫党主委，各位我们丰原慈济宫所有的庙务人员，我们在地最棒最优秀的江启臣立法院副院长钱刚立，还有各位在座所有台中地区的民意代表、议员、里长。 各位亲爱的，我们大台中地区所有的乡亲父老，大家新年快乐！谢谢，今天是大年初一，江启臣副院长邀我来丰原慈济宫，一起来参拜天上圣母，这感谢党主委，这是新的安排。那在这里，希望天上圣母能够保佑我们全台湾。 我们2024年龙年一切吉祥阿邦，好，谢谢。每次到庙里面拜拜，看到后面八个字，特别特别的感慨。今天跟启臣有史以来第一次院长、副院长一起来拜年，而且在大年初一，这八个字叫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看到这八个字。 我跟江启臣的责任，真的是觉得肩膀上责任越来越大。风调雨顺看谁？看老天爷。风不调雨不顺，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但是国泰民安看谁？看政府，看我们自己。国不泰民不安，是我们政治人物的责任。 所以，亲爱的，我们台中乡亲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代表整个台湾，老天爷负责50%，我们台湾人要负责50%。我跟启臣有这个责任，让台湾这个土地政治越来越干净，人民越来越幸福。我们两个一定会全力以赴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如果说。 新年快乐！你们跟着一起说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好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下面我说台湾加油，大家说台湾加油，好不好？台湾加油！台湾加油！好棒！再一次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台湾加油！台湾加油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台湾加油！台湾加油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新的一年。 平安健康，龙年行大运，刚想打给谢谢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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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我们前面的动作，我们先开来哈。来，跟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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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
来，妈妈这边请。
来，慢慢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来往前走，来往前走，来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您好就往前走。不好意思，为了让速度要快一点哈，也拜托各位哈，祝你们大方车新年好，不好意思哈，祝各位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来，快点往前走，来，谢谢，往前走，来，往这边，来，来，从这里走，从这里走，来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来，往前哈，来，欢迎各位哈，欢迎。谢谢，新年快乐！来，往前走。来，从这里，从这里。站长你好，站在那个高铁站。你好，这边走，请，谢谢。来这边走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来这边走，新年快乐！这边走。来，往这边走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韩国旅行长，我们的高级的副院长。